你是最常跟谁吵架？我。现在目前有两个人啊。你没有发现他到哪一个节目都会跟人家吵架？他已经没有梗了，就是剩下这一招。有时候我在外面，我说好了，冷静，放轻松，深呼吸，好不好？然后佑廷就会在我的旁边喊 peace。你发型，我也要这样。发型，我就回头看到，谢谢你的帮忙。这个问题哦，我不能用言语来表达，用眼神好了。身上就是白色跟橘色的组合。没有，应该是这样讲，因为他的个性吧，因为他是狮子座，所以他是很多事情他都直来直往。你年轻的时候跟我一样吧，因为你也是狮子座。对，然后呢，就是在很多事情上面，就是我觉得在情绪的表现上来讲是比较直接一点，热泪盈眶的时间也比较多一点。那因为她是一个唯一的女生嘛，跟她讲话的时候，我们还要想，尤其是我要想另外一个方式跟她沟通。那有时候要把她情绪压下来，那有时候她太激动的时候，我们还要担心她的心情。然后这个时候呢，让我们里面最菜那位幼体呢，我也不知道他是为什么会这样安慰他，他就在旁边说：“没关系，你很漂亮的。嗯”没有关系，你很漂亮，你很好，你漂亮。然后我安慰错点。对，然后我觉得这你有在帮我吗？他的情绪是比较起伏比较大一点，那比较激动部分是还会就是吵架吗？那我觉得他们很好一点，就是他们事情过了以后，大概十几二十分钟就和好。没有，我花了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，但只是当下有人跟我讲话，我不正眼看他，就是我在生气，是我看他的胸，我看他的脸。那你觉得谁的胸比较好看？但他们胸都是差不多的呀。谁跟他们差不多啊？我有练呢。啊，我知道你有这样。我也是最常跟谁吵架？我，现在目前有两个人啊。你没有发现他到哪一个节目都会跟人家吵架？对，为什么都会哭哎、欸？他已经没有梗了，就是剩下这一招。哇！你吵架吧？就是惯犯的。不是这样子的，真的不是这样子的。这个太狠了。这个没有办法这样子塑造的，我不可能说我现在被你们访问，然后我就哭，我真的没办法，我一定是。我的情绪悲伤到点，或是我委屈到点，我才会哭出来。我承认我委屈到一个点，然后字突然变两颗。你说变腮红吗？对，不好笑。好。为什么人？老残不少。一个是动作。不是，他你应该，你不用这个问题有点怪，是他应该是他踩到别人的点，不是他。姚元浩太。你很好 real 哦，没有，不是，我只是我也是排解纠纷，我们都需要排解纠纷，因为他有时候真的会也会跟境外的人产生纠纷，所以境外的人，对境外的人，对对，因为我们又不能打你，不然因为五个男生可能自尊心比较重，不会吵啊。哇塞，我们自尊心我们的错。汤哥会讲那个有一个经典的话，就是把情绪放在心里，这么激动，不要把情绪放在。你模仿的不错啊。那有些局外人他还是扮演局外人，他从来不介入这些纷争。刚突然放好奇。但是我要问他說，但是他通常他是连看都不想看，他只会过去。没有。好了啦。没有。有时候我在外面，我说好了，冷静，放轻松，深呼吸，好不好？然后佑廷就会在我的旁边喊 peace。发型龙跟智障一样，然后我就回头看到，谢谢你的帮忙，我要笑死。但是你说不争执不吵闹，这个不可能，而且这也是不对的，因为争执才会争出一个真理来。对，人家都不知道在想peace， 真理苦好恐怖。you